就你一个，那不错，我们上次经过我上次介绍之后，没有人敢去，就没人去，所以就变成现在这样子。还好他吹得很好，老师也非常开心，老师都觉得那太好了，真的，那我教这个太轻松了，可以教一个人太棒了，我应该够老师薪水。教一个人这么好，觉得他坦克都可以教很多人，真的。好，他各位可以听一下他的吹过好吗？李老师说的没错哈，我们这一款奥多萨斯他每个礼拜都觉得非常幸福，因为其他的分部老师都一次一个老师要教5个、4个或6个，可是我们奥多萨斯就只有一个人，所以他非常的划算，因为他等于是上特别课，所以他也学得特别好。但是我也觉得他学习态度非常非常好，他常前面背着书包，后面背着他的奥多萨斯，就这样每天上学放学，非常的认真。那我们来听一下，所以他今天就是独奏，他独奏是《家和舞曲》，请大家掌声鼓励鼓励。谢谢大家，也谢谢云彤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